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，今年第九号台风灿鸿将于七月十号后半夜到十一号早晨，在温州苍南道泰州温岭一带登陆。登陆时，近中心附近最大持续风将达到14到16级。随着台风灿鸿的逼近，龙岗镇显得十分平静。走在街头，你能感受到隐隐的日光透过厚厚的云层，温柔地洒在地面上，有些闷热。人们也像往常一样在人流中行走着、忙碌着，一切井然有序。